你是不是饿了？送给你一个草莓吃吧。这么快就吃完了，我这里还有很多呢，小鸭子，你快看呀。小鸭子，我有事情出去一趟，你在这里看好这些草莓哦。再见，小鸭子。哇哦，这里有这么多的草莓。哎呀，小鸭子，你别害怕，我不拿走你的草莓，我只是看一看。你干嘛呀？真是的。大哥，待会儿我去引开小鸭子，你想办法把草莓给偷走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这就好办了，小鸭子，我要拿你一个草莓，你来打我呀。哇塞，这么多的草莓，我要全部拿走。小鸭子，我让你看的草莓哪里去了？什么？被僵尸给偷走了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要回来。大哥，你快看，有这么多的草莓。小鸭子，你知道吗？前面那里还有很多很多的草莓，僵尸偷走的只是一小部分，我们再去拿更多的草莓吧。大哥，我听到猪妈妈说前面有更多的草莓，我们也赶紧过去吧。好的，二弟，我们赶紧过去。